家就或者一路咧都好好啊，就出道到而家都仍然係 keep 到咁好嘅，無論名氣上邊啊，或者演唱嗰方面嘅技巧啊等等嘅情況。你希望嚟緊，即係而家呢一年已經踩正咗喺度啦，2010年啦，嚟緊嘅日子，你希望你自己可以帶到啲乜嘢俾大家所謂嘅可能歌迷啊、聽迷啊咁樣咧？我希望。其實我依家已經喺度做緊我下一隻專輯，全新嘅專輯嘅歌。咁我希望會真係一路係有更加好嘅音樂，因為其實我上年做緊第二隻碟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哇好難，因為你係會將嗰個時期最好嘅嘢擺曬落去。當你將一個時期最好嘅嘢擺曬落去嘅時候，你會好有壓力，究竟之後仲有冇咧咁樣？咁但係依家做到第三隻碟，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啲靈感係會由你每一日見到嘅嘢入邊會繼續俾到新嘅你。咁所以其實我希望我2010年可以去旅行嘅。我希望原來講咁耐。想攞假？唔係，即係我希望可以去旅行。公司唱片公司講，等我吸收一下啲新嘅嘢。咁因為其實因為我依家新專輯咧，大約通常10至12首歌啦，我已經寫咗8首歌㗎啦。即係剩翻4首，我當你好嗎？係，我3首啦。好，3首啦，好啦 ，discount。我已經寫咗8首歌，所以其實我係好努力去做緊呢樣嘢。咁所以我希望如果我有啲假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去吸收一下啲新嘅嘢，再寫埋餘下嗰啲歌咯。